到嘅万圣节啦！今年香港迪士尼乐园依然有好多精彩嘅活动，一齐去睇有啲咩啦！嚟到迪士尼乐园，一定要去商店行个圈先。商店货架上换上超过130款以米奇与好友、Duffy 与好友、怪诞城之夜同埋迪士尼恶人为主题嘅万圣节商品，多款头箍、配饰、襟章同埋口罩，一于即买即用，全身投入迪士尼万圣节嘅庆典啦！歌舞表演《恶人舞动迪士尼》今年继续坐如归来，除了以往《美女与野兽》《小鱼仙》《魔法奇缘》入面的奸角之外，《睡公主》奸角黑魔后亦正式强势加盟，表演精彩又过瘾。米奇 Halloween 玩转大街派对巡游已经预备好为各位宾客载歌载舞，除了经典角色之外，今年更加有 Duffy 与好友的新成员 Nina Bell 登场，粉丝千祈不要错过啦！全新迪士尼朋友造型的南瓜头翠换站，分别位于反斗奇兵大本营、迷离庄园和明日世界，宾客可以和演艺人员互动，大玩出国出游戏。行到攰，一于坐低食嘢啦。怪诞城之夜的故事充满万圣节元素，今年迪士尼就将河景餐厅变成为怪诞城包场宴客，宾客可享美味的四道菜主题晚餐，更加可以和阿 Jack 等角色独家会面。由即日起去到2023年1月16号，香港居民专享双重畅玩优惠，只需759元就可以一票入园两次，非常超值，一于约埋亲朋好友去啦！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